这是多了，就是这个人，快抓住他！快！不是歇业了吗？怎么还有人进来？不是，他又闯进来的，要说咱们直接报官算了。所谓抗金比例，那帮武官家里没瓦匠，把灯皮，你还有报官？哟，这不是白脸狼吗？白脸狼，您这是。 前几日我还琢磨，想请白脸二郎来本店试试菜品，给些评价，没想到这么巧，你竟然自己来。来来来，尝尝。我不是来吃饭的。莫不是白脸二郎嫌这些都是冷食？要不我让后厨起火，再给你做几道热餐？我真的不是来吃饭的。 白脸狼不想吃也行，您帮我看看，这木牌上是不是少了两个字？康占比死在天香楼，贵客栈务后要把他的尸体拿回来。啊，这是客栈的规矩，如果住店的客人意外身故。 客栈要负责帮他收验尸身，再等亲属来领取。若是无人领取，客栈还要帮他安葬。这规矩倒是挺仗义的。他出事至今已经两天了，就没有什么亲友来问过吗？这个胡人是一个人住店的，他无亲无故，我们等了两天，到现在也没见人问过。他是做什么的？他自己没提过，我们也没问。那他的行李物品呢？ 啊，官府人来过一次，说是物证全收缴了。那他之前住的哪间房间？我想去住一晚。啊？不，这也不合适吧？毕竟是死人住过的房间，房间还没彻底打扫过呢。